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站是八号树林站，树林站8:54的白色41138次开往金龙的二大围桥前头，好感动啊！二大围桥前头，98889887大技术二大围桥前头站树林站，此进号赶快指示。1138次开往基隆的二代微笑，好，选择，以及4113次，将沿线开往树林的区域检车，因为我今天了。1138次开往金龙的，用8882887大技术招待我小圈的，把树林的关闭车门准备起。1113次将圆圆港树林的，东林站停靠树林的，用500圈的，用578。80，1380。我这班是11612次了，全员先看书啊。1585加3用579全的，又是机感，谢谢哥哥。这下面干嘛咱们都叫我们的地方没？那拜拜。刚开始就拿得着。